好朋友上嚟，今日真系多谢你，多谢大家邀请。嗱，我知道咧，你哋两个咧可以讲话系识于微时，咁两个咧亦都系日本嘅著名音乐家小室哲哉嘅入室弟子嚟嘅，即系好有缘分啊！我记得嗰阵时咧，我哋一齐喺日本受训咧，其实学咗好多嘢咧，而家真系学以致用噶。咁啊，今日难得咧两位同场啦，不如同我哋 jam 翻首歌咧，好唔好啊？送俾你哋。下一站天后，点会多听我唱，还是勉强？台前如何发亮？难却给谁爱在耳边，低声温柔地唱。其实心里最大理想，跟他归家为他唱。